看这种皮的掉了啊，这个就是，凡是皮的掉跑偏都要拆这个输送带下来看，输送结构看一下。我们拆掉这四周的螺丝啊。这个跟换皮带是一模一样的啊，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轮子烂了啊，这个轮子，我们敲掉这个卡子，上面有个卡子，敲下来。看一下，就这卡子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轮子啊，我们装上这个新的轮子。看见了，就这里烂掉，看见没？烂掉了，它就跑偏，它就容易掉。装上去，卡上卡子，搞定。